小蛋糕和麻辣烫。这个是李海龙他家的麻辣烫，换包装了，但是还是430起克啊，39块钱发三包，微辣和特辣。我这是微辣，然后这蛋糕是我儿子生日蛋糕，没吃了，还有草莓、芒果、黄桃。麻辣烫绝对要相信李海龙他家，绝绝子。就这随便一煮都是黏糊的，老香了，面还大，一大碗。
不开小窗户太热好酸呢、啊。这个房子就是太闹了。